我们现在已经到山里了。昨天晚上啊，西雨买了点蓝莓，15一斤，买了一小桶。说这边山上啊，今年蓝莓大丰收，我们也来山上看看能不能采上。到山上之后啊，刚把车停这儿，就感觉这蚊子有点护人呢，得回我们带点花露水，一会儿先武装起来，把身上喷喷喷喷。看我这没带长袖，把我媳妇的小冰袖套上了。一会儿我们喷完花露水就准备进山了。对，驱蚊神器。我这体质啊，招蚊子，我必须得多弄点，要不的话，我到山上啊，估计都得让蚊子给我吃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，你喷的太多了，不熏天啊？熏天也比蚊子咬强啊。你给我脚脖喷点。那家伙，花露水揣着。如果说蚊子多的情况下，完了之后到我身上喷。我拿的这一个桶，这个桶已经被我擦干净了，往这桶里装。我们还没见过蓝莓树长啥样呢，还不知道用不用上树呢。一会儿先上里头看看去。走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大山里头了，但是还没发现蓝莓长啥样呢。也不知道是树上结的还是什么树上结的，到这嘎达这个天公不作美呀，有点钓鱼点呢。这蚊子也太多了，继续出发找。实在不行啊，我们在山上又发现一个或者两个棒槌也行，就当放山了，是不是？还棒槌？你可不贪。哎，这不是蓝莓吗？妈，蓝莓树长这么高吗？啊？蓝莓树长这么高吗？这是蓝莓树是不是？我尝尝。要着你啊！这嘎达没有信号，如果说给我堵住的话，给我拨打120啊。就它，干就完了。妈，下雨了。妈，瞅这蚊子、哎、老多了。这蚊子也不知道花露水不好使还咋的，直往身上呼啊！这山上这蚊子太多了，这蓝莓也多，这蓝莓得剃头采呀！我才发现，哎呦，不行，我穿这衣服不中啊，打完花露水也不行啊。你这蚊子真往身上呼！这山上这蚊子这么霸道吗？啊，这地方不光产蓝莓呀，还产蚊子呀！受不了了。嗡嗡的，哦，我这敢动我才敢呼。哎呀妈，这不行了，这边下雨，这边还有蚊子，天气赶的不是太好。看这小树上，这小蓝莓给你采的，其实要采呀，一会儿也能采不少。但是你瞅这天儿，妈，瞅这蚊子，哎，这下雨天有蚊子还是晴天有蚊子呀？这蚊子太多了。啊，这地下这全都是小蓝莓树，密密麻麻一片，这一片全是。这一片我感觉应该是让人踩过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离路边没有多远。哎，再踩踩。如果说蚊子太多，雨再下大点，咱不行，咱就回去吧。下雨了。哎呀，看这小枝儿上结这么多，这么多。这雨呀、啊，下的越来越大了，看，这刚踩这么点儿。原打算我是要踩一桶再回去的，但是你看这雨下的，这没成想这山上蚊子太多了。还是太阳出来的时候蚊子能少点啊？那更多。赶紧走。哎，不行。哎妈，下大了。哎呦，这家浇的，这雨说来就来。呀，请确认钥匙是否在车内。妈，我刚才解锁来的。请确认钥匙是否在车内。啥钥匙呢？我刚才跑丢了。你回去找找吧。车钥匙跑丢了？我刚下山前我还解锁了，要这车怎么能干啥呢？找着了吗？没找着啊！我刚才我记得在这儿，我解锁来的。那就这一轱辘就怎么没了？跑
赶紧找吧，下大了。我记得我就在这掏兜解下锁，完了就放兜里头了。那就掉了呗。那这不是吗？哎呦我去，你瞅你。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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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钥匙丢了。看看干点啥你。我们把车都开到大山里头来了，哎，这顿蓝莓采的不是那么太美丽，也叫精师，妈吓死我了，我寻思因为车钥匙丢了。还没采几个，丢了一身包，这家满身满脸都是，满胳膊也都是。哎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前面就上主道，赶紧回去吧。这就下大了。嗯。你瞅这山上蚊子多多，都进车里头。瞅这大蚊子多大，跟车回来了。你跟车回来了。行了，咱得饿死他得了。这趟蓝莓采的以失败而告终了，让大鱼给我们交回来。这么几个，拿了一堆家伙事，本来以为要干满他的呢。下雨了，完了还一下蚊子，好给我盯的。你说这一个包，这一个包，这一个包，这脖子都是。那么身上着。这都没数了，那要蚊子给我呼上了。瞅瞅，哎妈，咬一身包。越挫越勇。昨天呢下雨，什么也没踩着。今天呢我们又来了。昨天晚上特意去镇里花60块钱买了一件衣服，这个衣服带拉锁的。这回钥匙、手机揣里就不带丢的了。我们来的在这儿啊，都稍稍有点晚了。啊，那里边都停上车了，人家都上去了。嗯，放兜里头。走，咱不用踩多，把这小桶踩够了就行了。今天必须要踩着啊！哎，昨天下完雨，这山上现在这都是湿的，都是雨水呀、啊。阳光照不进来呀。今天还行，今天看太阳已经出来，太阳出来蚊子应该就能少一点。这一会儿咱俩鞋不都得湿了？那湿就湿呗，回去再换。看看这棵小树，这都是，完了那里边也都是。如果说要遇上这种小树啊，我们摘的就快了，一会儿就能整一小桶。看看这棵小树，直接把它拿过来，桶往底下一放，直接往下摘就可以。挺结的呢。嗯。那稍微轻点儿，你别摘，还能长呢。好嘞。这都是，看这小树，滴了嘟了的。老公，你看这满地这红色的是什么东西？也是一个豆一个豆的，这能吃吗？别瞎吃了，咱也不认识。别吃完给咱撂山里头。这也挺多的。哎妈，这蓝莓这么多。就是有点费劲呢、啊、这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。它这个树有点矮、哎。我一直以为蓝莓树得多高呢。我也以为蓝莓树是树呢。这不也是树吗？这树太小了。今天这蚊子有点差一点劲儿。出点阳光就不一样，蚊子少多了。再一个我今天这衣服也厚啊。这咬不透，它往我手上咬。看这小树长滴了嘟噜的，圆咕隆咚的，有黑有黑，有蓝有蓝的。你这用不上一个小时，咱俩这小桶就能满。嗯，说这遍地都是，全是这么多。哎，这蓝莓也太多了吧，咱俩好像走进了蓝莓园子里头了。嗯，瞅瞅这滴了嘟噜的全都是。看开采，看这家伙这天给我热呀、啊！哎呀妈，这脑袋干洗的了。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吧，终于没白来，看见没？这一片呢，全都是蓝莓园啊！踩了一小地下，密密麻麻都是。其实还有老多了，没东西装了，所以说我们就不准备采了。咱够吃就行了，太费劲了，全是蚊子。采蓝莓呀，也是一个。
遭罪的活。你夏天吧，天太阳出来热，完了还得穿厚衣服，像我这无一身汗。如果说阴天来吧，全都是蚊子，这都是蚊子，还有大夏虻，一顿吸血，一顿咬。你看我这脑门顶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回家回家。蓝莓采回来了，我媳妇跟二妹在这挑呢。看这桌子上，这个蓝莓吧不能洗，洗的时候啊，洗完之后放不住了，所以说得一个一个挑，把里边的虫子、树叶啊，什么东西都给它捡出去。完了之后放到锅里直接熬，一点水也不放。之后给它放点糖，甜酸甜酸的。蓝莓酱开始，大厨上手了啊！这么大一盆。妈呀，今天都有点太多了。那天买那个一小桶是不是熬半锅呀？这个像这么大一只，大满满一只。看这纯野生的小蓝莓汁出来了啊，还得扒了，把这个小豆都给它熬成这个汁儿，那就好。熬了半天，蓝莓的水分已经给它熬出来了。一会儿再熬一会儿，把水分蒸发干了就 OK 了，变成蓝莓酱了。一大锅呀，蓝莓酱已经熬完了，大半锅呀，满满一锅蓝莓熬了这些，看看这个酱，往馒头片上一抹或者小面包片上，相当哇塞呀，哎呀老香了。现在就是太热了，要不就把手指头插也尝尝。先在这晾一会儿，一会儿给它装瓶，搁冷藏里头保鲜，以后就是早餐了。这个满满一大锅的蓝莓酱啊，熬完了就是这些，放到这个玻璃桶里，够我们吃一阵儿。这个就是以后的早餐了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地，今天呢录用在景区的停车场。刚才啊，我过去跟景区的管理人员唠了一下，这个位置啊可以做饭，卫生间还可以接水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唯一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，人家什么都让你弄了之后，你一定要把卫生搞好。哎呀，最近这次出来走到哪儿都比较受欢迎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到达营地第一件事啊，因为也到饭口了，我们就准备做饭了。这是一锅苞米，今天再来个黄焖鸡，拌个凉菜。这啊，再来个油炸小，不知道叫啥鱼的，反正这鱼啊，瞅的是挺香。油炸小鱼儿。先把这个鸡洗一下，给它过一下，过一下水，焯一下子。完了，用高压锅给它压上。把洗好的鸡，给它放到高压锅里，先给它压一下，焯一下。我已经点着了，用卡式炉给它焯一下。鸡先在这个锅里给它过下水，把鱼给它洗一下，看看这个小鱼儿是什么品种的。哎呀，是啥呀？是白鲢吗？不是。啊、白鲢呢？白鲢有这么，白鲢都是大鱼。这是，这是叫什么鱼呢？应该是他们这边柳根儿，柳根儿不这样吧？管那啥呢，给它洗干净了，然后炸它就火了。这个鱼啊都是挤好的，但是它挤的不是那么太干净，再给它收拾一下。肚里还有东西。鱼呢也洗好了，一会儿给它腌上。这个鸡啊也好了，先把它捞出来，因为炖鸡的时间比较长。捞出来给它炒一下子，给它先炖到锅里头，完了之后再弄鱼。哎，香啊香啊。起锅烧油，看看我们这个蓝莓产的都上色了，下入鸡肉。来点酱油，
来点酒。烤的差不多了，加入80米深的圆圈。捞起。哎，对。鱼呢已经洗完了，用埋了锅台的小手给它揣过揣过，给它揣过匀乎的，搁这腌一会儿，完了更入味儿。最后给它一煎一炸，哎，老香了。第二道菜，来个油焖小杂鱼，应该香煎的叫，也不知道这是啥鱼啊，我感觉应该是柳根儿。给它摆成整齐的队形，饭菜全部 OK 啊！哎，这鸡肉来两盘，又来两个凉菜，我先来个上头的，啊！太太，我不知道吃哪个，是吧？哎，这种天气，来个小冰啤酒，太舒服了，开吃。在我们东北啊，蘸酱菜都是顿饭必备的。嗯，太香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他抢呢。哎。舒坦。